哦，下马啊，咱们进去看看啊，什么情况这是 ？Hello， 有个酒蒙子顾客跟着我 ，Follow me， 他应该是喝多了啊，我送他回家就行。把他送到石兰贸易站啊，走，跟着我走吧。看着人能不能绕一圈，酒蒙子来了。哎呦，我喝这样，我去，走吧，把这马叫上啊，别告诉我，我得那啥呀，我好像骑马不行，我得跟着他，反正。喝躺下了，我还得给他扶起来啊，咋不喝死你呢，真喝大了，完了我那黑熊皮好像不能那啥了，不能要了，他们以为我绑架他呢，走吧，给送去吧，给他送去啊，小心点啊，有人欺负他应该，或者是想打劫他之类的啊，这很近这个啊，这个任务我过，就这儿啊，哎呀，不是这儿啊，是前面啊，也不是特别近呢啊，准备好枪啊，应该是没人欺负他。哇，怎么这么远呢？跟我上回送的地方不一样。往这走不行吗？哇，多远呢？他为什么不让我这么给他送去啊？抄近道吧啊！这人不是喝死了小伙伴吗？哇，好多野牛啊！顾客处于阻止期。不是啊，你是真烦人呢，你就消停着趴着呗，掉下来了是吧，等会给他颠得吐了，哎，这野牛白瞎了，这个任务的时候好像那个打猎马车好像整不来，赶快送去吧啊，贸易站在哪儿呢，嗯，马好像发现什么危险了，刚才枪准备好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多远呢，这是这穿过森林能行吗？咱们看一下地图吧啊，我怎么感觉路途很遥远呢？穿过去就可以，最好是走马路啊，那边路况有点危险，要碰上个熊啥的啊更完。这样是吧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说这样的人，你不怕死半道儿？真是，喝这么多酒，旁边有熊啊啥的啊，后边有人跟着你，看到没？最好是别理他，我怕给他打死了，是跟他有仇的人吧，对他发出什么死亡威胁之类的啊，这怎么过去的，从这儿进去吗，是这儿吧，哦，这个在屋里边啊，和这个奶奶样，来吧，进去吧你，哎呦我操，喝成这个熊样，可以，你学会了快乐的舞蹈，在玩家菜单表情动作中啊，查看此舞蹈，好吧，好吧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下一期继续瞎折腾啊，看看下一期还有什么奇葩的任务等着我们啊，好吧，千万不要忘了一键三连啊，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啊，也是火焰这个最大的动力啊，给大家录制各式各样的游戏啊，什么我的世界啦，荒野大镖客啦，和平王者啊，还有很多啊，人类一败涂地，小伙伴们多多支持吧啊，一键三连千万不要忘了啊，我给你们 耍个帅吧。啊，玩帅不帅，拜拜小伙伴们，拜拜。